我买了三箱，我现在还有两箱没有拆封，一直在给孩子弄东西吃，然后弄完了之后我拆了一袋吃，因为我买的是奇亚籽的，它比较硬硬的嘛，然后我以为是奇亚籽，觉得又有点不一样，然后我就仔细的多搅了一下，我说哎，把这个找出来，然后搅出来之后发现是一根类似于铁针一样的东西，感觉是那个定数针的那个针，然后我就来联系商家，三个小时之后给我的回复是他这边联系厂家，厂家说没有问题，他们的生产整个过程中不会出现这样的东西，解决办法就是只退货退款，发出之前还通过金属测碳啊什么的几道过筛啊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本开始我只是想退货退款，我联系商家，然后商家告诉我的是问我是不是有可能是自己在吃的环境中掺杂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对消费者的不信任。